嗨，我是小丫，每天一个不重样，简单好学好懂哦。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课文讲解。Where's my school bag? 我的书包在哪儿呢？ Where, 哪里？它是就地点提问的一个特殊疑问词。这样的句子我们在做回答的时候，答语里一定要有介词短语。It's near the computer. 它在电脑的附近。相类似的介词我们还学过 on, in, under. It's under the computer. 它在电脑的下面。It's on the computer. 它在电脑的上面。Let's clean the desks and the chairs. 让我们清理桌子和椅子吧。Let's 是 let us 的缩写形式，意思是让我们怎么怎么样吧。Let's 后面要加动词原形。Let me clean the windows， 让我来擦窗户吧。Let me 让我 ，Let's 让我们，后面都要接动词原形。今天。你和小丫老师一起学习了吗？喜欢小丫老师，记得双击加关注，每天一起学英语哦。